者罗琳云台北报道。 JJ 林俊杰星座第十长足二，在中国南京登场，他心情格外激动，卯足全力嗨喊：南京我回来了。还心血来潮宠粉，问粉丝想不想听张学友，接触切换唱腔，模仿起张学友的歌声和微妙的消音的动作，神来一笔扔，在现场粉丝笑翻。林俊杰经典配歌大会串，一千年以后，可惜没如果，北对配拥抱，最赤壁，那些你很冒险的梦，全都没缺席。唱到修炼爱情时，全场取起月亮形状的姻缘卡片，林俊杰笑说：看到好多月亮，感觉中秋节到了，一直想要吃月饼，原来月亮姻缘卡呼应 JJ 歌曲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一句，表达歌迷心目中 JJ 就是他们的太阳，浓浓爱意弥漫全场。林俊杰在现场也用 APP 和姻缘卡合照发文：我在这里，圆不圆？当安可曲不为谁而作的歌的旋律响起，现场观众纷纷打开手机灯海，并随助旋律挥动，记录一切精彩和感动。林俊杰月亮姻缘卡合照 GV Productio 提供，林俊杰胜作巡演 GV Productio 提供。